这栋古意盎然的建筑是高雄的红十字育幼中心。每个月的今天是胖叔叔陈明湘与孩子们约定讲故事的日子。连续五年，胖叔叔从来没有失约过。星期六的时候，前一天晚上就会发落胖叔叔的讯息，说比如说今天他在红十字会讲故事，然后就会特地从南子骑车，骑车然后过来这边听胖叔叔讲故事。跳舞，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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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船。胖叔叔说故事之前，总会先来上这么一段亲子同乐的带动唱跳时间，让大小朋友们马上就感染到欢乐的气氛。菊千代今天口渴了，他要到厨房找饮料喝。当他一开厨房的门，他看到了厨房有一只鳄鱼，身上披着围裙，站在那边对他笑。八年前，陈明湘从职业军人转为说故事志工，从陈明湘变成了胖叔叔这个身份。每年300场的故事邀约，数不清的孩子笑脸，让他的志工人生超乎预期的丰富与感恩。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胖叔叔陈明湘自己的真情故事。今天呢，我们看到的影片呢，为您介绍的这一位就是我们真情映台湾的主角胖叔叔陈明湘先生。胖叔叔好。月柳您好，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胖叔叔韦祖祖。胖叔叔是自己取的吗？是的。为什么？八年前一开始当志工，有接触到小朋友，我就觉得给自己取一个好记的绰号，亲切，然后呢又可以用很长的时间，还用到60岁。今天我们在现场看到了几乎这一部分全部都是胖叔叔自己带来的给息哈。那你身边这些呢，也都是辅助你说故事的一些玩偶吗？像是这一对哦，这个爷爷跟小女孩哦，他是儿童美术馆当时展览的一个道具，他已经在8年的历史了。那时候刚开始我在说故事之前，那时候只是一个普通的展览场地的志工，然后这个对我来讲是有很特别的意义，因为那一次我在跟小朋友介绍安全规定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偶，就想说，那我把这个偶来代替我讲话，会不会有很特别的效果呢？所以它本来没有这个功能，只是放在那里。它放在那边给小朋友拿来玩的。对，那次我就在还没有受训跟说故事的状况下，我是揣摩的这样讲，我就说小朋友，大家好啊，我欢迎大家来儿童美术馆。哎呀，爷爷，你不要吵了嘛，他们很想赶快玩呢。我知道啊，可是要讲安全规定也很重要哦。那一次啊，我被触电到，我光看他头这样抖，我就觉得对对对。他一讲话的时候啊，那些幼儿园的小朋友啊，就这样眼睛张得好大，这样笑，然后我就觉得怎么那么好玩啊。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说故事，8年前啊，我记得是5、6月份的时候，后来我才去就开始接受志工训练来说故事，然后那一年8年前就开始从小学图书馆、儿童美术馆，一直就发展开来，就是这样子。孩子的那个喜好，其实真的看表情就知道。对，他不喜欢，他也不会在那边哈哈哈，也装不出来。他绝对不会一直看你，或他可能会开始东张西望。可是啊，我觉得像你刚刚的那些，比如说你要能够去模仿一些声音表情啊，像那个爷爷啦，或者是小朋友啊，他就是要有很多丰富的。除了肢体语言要吸引小孩之外，你本身声调就是要做一些的模仿嘛，可是那个难度都蛮高的，而且你还要有一些口技啊什么这些的，就是要吸引小孩，你就必须要把这些声音元素放大到最大。那这些到底有没有一些的美感？我在当军官的这个过程中，一开始初期的时候是军校入伍生嘛，我还被班长很严厉的说，陈明湘，你像不像男人啊？啊，你声音怎么那么细啊？这么严重吗？那时候我是觉得说，对呀，我声音是这个特色啊。那后来呢？我又参加了我们学校复兴钢合唱团，所以体会了发声的技巧，可以用各种腔位来共鸣。我突然发觉，就是这些的训练呢，使我在
40岁退休之后，说故事突然能够在声音表情上面可以做大幅度的运用，就虽然不像配音员那么精准，但是男女老少啊，各种动物都可以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这变成是我说故事很强的一个工具。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你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好，譬如说胸腔的话，就可以发展出一种胖众人的声音。大家好，我肚子好饿，我好想吃东西哦。这是一个粗胖人的声音。那如果说是唇齿音的话，就有小动物跟小男孩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小松鼠，我要去吃松果咯。大家好，我是李大同，请多多指教。那这个就有一些这种小动物跟小男孩的声音。第三种鼻腔的话，有女性的声音啊，像是我好讨厌哦，人家不理你了啦。还有气质一点的，这很重要，就是加着气音的。你好，我是瓜地马拉来的公主，很高兴认识你。然后妈妈就要气降低一点，孩子，你一定要加油啊，我永远会支持你的。这就是鼻腔的女性声音。那剩下两种就是老人家就是刚刚爷爷嘛快来听好听的故事啊，小强，奶奶做好吃的汤圆给你吃啦。这是老人的声音。最后就是戏剧化的这个混腔，巫婆跟大魔王。我是大巫婆，谁敢偷吃我的糖果，我把它变成小老鼠。还有那个大魔王，谁敢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他一脚给踩死。你真的蛮有情境的耶。对对对，就是我你听边听你讲，然后我就有那个绘本里面的那种图像在我的脑海里面跑出来。对呀，巫婆的样子啦，所以声音会产生另外一种想象的一种感觉。我们刚刚听到就是胖叔叔他怎么样去表现这个故事的精神，去吸引小孩子甚至大人都来听你说故事。但是呢，其实除了胖叔叔之外，我觉得有很多的人他也想要投入这样的一个说故事志工的行列。那胖叔叔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培训的工作，我们先来看你怎么样教他们。高雄市立美术馆附属的儿童美术馆是台湾公立博物馆中首座专为儿童设置的美术馆，这里就是胖叔叔志工生涯的第一站。自从我成为说故事志工的时候，这个地方一直到目前为止，每个礼拜三就好像是我跟大小朋友见面的大日子，他们也很期待，我也很期待，供应我最大，我也付出最多欢乐的地方。不管是志工心得还是说故事的技巧，都是八年来胖叔叔累积的人生精华。今天他希望能将这份无比的热情传授给这些未来的导览志工。我们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也会碰到类似瓜牛类似乌龟的人那我们自己当然要对自己喜欢，对自己有自信，因为你要面对大家，开始的问好跟结束的谢谢都要很有气势，让大家觉得说说故事志工的技巧其实跟导览志工其实不一样的。可是基本上如果你要跟小朋友做一个艺术上的导览，其实你真的需要有说故事的技巧，所以我们才特地邀请胖叔叔特地来帮我们的导览志工做这个训练。蝌蚪哎，毛毛虫就快乐的出发了，好，脸上带着傻笑，尽量的乱扭动哈，预备备，开始。当他走啊走了。胖叔叔当志工之后，活出了更灿烂的人生，生命因为爱而发光发热，这就是胖叔叔的最佳写照。各县市，我跳到国外，今天跳到大家的面前，谢谢大家。其实我们刚刚有稍微讲到，就是说胖叔叔你是等于提早从军中退休嘛？为什么当初会有这种想法？我自己觉得，我是有宗教信仰，我是从小是基督徒，我常常就会祷告中说，求主使用我在您所希望安排的路上。那时候我在40岁的时候，前几年在军中有个职位呢，可以服务到官兵，一些身心有障碍的官兵那是一个海滩总队的一个处长的职务。那时候我就在那一年体会到说，人生的时间生命并不长，如果
花很多时间在工作，可是工作又不一定能够帮助到什么人的时候，会觉得很可惜很浪费啊。那我就那时候就立定志向啊，如果我今天离开军中的话，我要当一个志工，那当然是能够又能够结合兴趣又可以帮助别人的志工。所以40岁的时候就离开军中，然后紧接着就开始展开志工的生活。我看你的行程哦，因为我把你的行程表印出来，就是从1月份开始，好，几乎是满的耶，就是光大部分是说故事志工这件事情已经占满了你整个生活。我把一些志工就是能够把它按照周次来区隔，像有一些就是整个礼拜三都会去的儿童美术馆，有些是整个礼拜二或礼拜五，那有些是隔周，第一周、第三周、第四周、第五周这样。我把它排好了之后呢，算一算每个月固定的志工服务场地呢有22个地方，所以就发展成居然一年可以讲到300场。像这是我们的录影时间也算啊，对，胖叔叔说故事，对，今天就是来真情映台湾录影的时间。所以其实你的足迹不只是在台湾呢，哈，但海外其实也有。我刚看到了有印尼啦、马来西亚，还有马来西亚，还有印度。印度，哇，这个都是我完全料想不到的。透过网络的邀约，就来自台湾各县市。然后去年更意外的就是从国外来邀请去他们的国家巡回说故事，所以我连续2年。到马来西亚都是去超过10几天的巡回，那么一接触了国际故事人之后呢，就变成有更多的机会被邀请到印度等等地方去说。我觉得这好像让生命更精彩，而且能够学习到一种更有力量的说故事的方式。你可以回想你第一次说故事的那个情境吗？因为我们资料上必须讲，本来写说你第一次在那个右昌国小嘛，哈。写说，第一次反应不是好，不太热烈。可是胖叔叔说没有，第一次就很热烈。是是是，真的很感谢，让我第一次就有一个很快乐的经验。我要把这个来，重演一小段给玉流看啊。好，因为那个故事呢是毛毛虫与蝌蚪。它的故事是很单调的，就是毛毛虫变蝴蝶，蝌蚪变青蛙。那本来我觉得这故事真的不太有意思。然后我还要说给4年级的小朋友听，我觉得他们会不会觉得好幼稚哦？那后来我就是因为培训过啊，加上自己去揣摩，所以那时候一开始有一个动作，我就发觉我已经打动孩子的心。你说什么？毛毛虫与蝌蚪。毛毛虫与蝌蚪，因为这个快乐的毛毛虫，他要把他自己长大会变这种快乐的事情告诉花园里的朋友，所以毛毛虫快乐的出发了。我是这样让毛毛虫动的，脸上带着傻笑。当我这样一动的时候啊，这4年级小朋友都笑得好大声哦。自己会不会笑场啊？不会。哦。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跟表演不太一样，是说我在抖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绝对不是真的很像毛毛虫，只是一种快乐的放松的感觉。那这种快乐放松的感觉是孩子他能够感觉到说，你是一个没有那么大人威严的叔叔，你是很能跟我们这个啊在故事国里面通电的。所以我这样一动完之后啊，我就发现小朋友笑开了，而且那个故事后来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啊，他可能在成长过程中有些事像毛毛虫受到很好的照顾，他都知道未来该怎么走，但是很多的孩子他就没有自信，他不知道未来能走到哪里去。所以呢，我更加从这故事里面希望能够陪伴很多还很茫然的蝌蚪，他能够知道他的生命也有一天也会发光发亮。对啊，我到现在还觉得蛮好笑。很好笑。而且不仅是那一次哦，以后只要任何说故事场合，我培训的时候一抖啊，就全部大人也在笑，然后我请大人在学我说故事的时候，也叫他们一起抖。他们一抖完了之后，我觉得他们就会开窍，就是说把自己的那个心魔拿掉。说故事其实不是在教育
光只是教育而已，应该要自己要很享受，然后呢像孩子一样的去感受这个故事。对，我刚才一直在想说我为什么觉得这么好笑，是就是应该说你不是专业的那种舞台的肢体，可是胖叔叔就是很有诚意的，就是像个毛毛虫一样都给大家看，对，就觉得很可爱。今天啊，胖叔叔有带来一个盒子，这个盒子其实里面装的是很多这个台南归仁宝西国小的小朋友，尤其是一年级的小朋友哈，写给你的，这应该算是卡片吧。对，有照片，还有他们写的信跟画。然后胖叔叔，我每天都听您说故事哦。他们其实就是听到你在网络上说的，对不对？对，有一个电台节目是邮票故事，然后大概三年，然后我把电台的节目呢，都把它放到部落格的声音榜，那任何人都可以去听。那这个国小的老师，他们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每天放一段给他们的同学听，那他们听了到下学期的时候就问老师说，老师，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胖叔叔这个人吗？我们好想写信给他，我们好喜欢他。所以老师才就是在我部落格留言，他说他们可以写信给我吗？我当然高兴得要死啊，没有想到光听到那个网络上的故事他就会喜欢说故事人，我很欢迎他们寄给我，而且我答应他们我要面对面跟他们说故事，所以在今年开学的时候就到他们班上跟他们一一握手回答他们的问题，然后再跟全校的小朋友说了精彩的故事。所以大部分呢，很多孩子就是看到你就是真人演出真人说故事，他们比较更能够感受到你的肢体语言啊。那如果是透过网络就是光听声音，显示说你那个声音表情也够吸引他们的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的影片，就是胖叔叔如何在借由网络来分享他的故事。这个是最早的部落格，那里面主要是放那个说故事的照片，像每天只要去哪边说完故事就有一张合照放上去。然后呢如果说想要来听胖叔说故事，他可以知道我每一周大概在哪里有说故事，然后一些重要的讯息就会公布在这里。这个部落格上的讯息让胖叔叔变成一个透明人了，不只是每天的行程，连故事编排、团康设计，他都非常慷慨地跟大家分享。那如果说特别对说故事有兴趣的伙伴呢，他就可以看那个精选文章，它有几大类，比如说故事企划，200多个故事，说故事心得，有影片，也有那个文字资料。好像笃信基督的胖叔叔，总是怀抱着一颗服务奉献的善心，全力投入在志工的行列。而部落格和脸书就是他与世界接轨的桥梁。像邀请我去马来西亚，那就是从脸书留言开始，那我就可以直接在这边跟他们讨论跟回答。无心插柳而来的因缘，让胖叔叔的故事天地无限延伸，能陪伴更多各地的孩子。而对胖叔叔来说，他永远不累。分居的夫妻，他们又为了孩子团聚，然后也跟我讲。所以透过脸书我才能够得到他们有这么多小故事。对，你有没有收到一些回响？因为毕竟真的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够亲眼或亲耳听到你，就是你本尊在他们面前这样说故事给他们听。那这些其他的回响有些什么呢？因为医院说故事是我固定的服务地点之一，那么有一次呢一群小男生，他们都是住院的小朋友来听，然后呢很开心，有说有笑。那天我回家是很雀跃的，因为医院的反应有的时候比较程度低一点，他们不舒服嘛，那天气氛特别好。然后晚上就有一个爸爸留言在脸书上说，他的儿子开完刀之后就不说话也不笑，可是那次意外来参加这个活动，看到他孩子又说又笑，他好开心啊。你说孩子是多大？那天来参加我记得都是小学生，小学年纪的，我是感觉不出来到底是哪一位，因为每个都很快乐。他爸爸就说很感动很感谢，所以让我觉得让我更能够相信啊，说故事除了帮助阅读教育思考认识世界之外，真的在的爱跟陪伴，甚至转化一些不愉快的心情，有很大的这个功能。
你的父母小时候说故事给你听吗？就没有，爸爸跟我聊天啊，开导。你这个故事其实是爸爸跟你的一段对话，是题目其实还蛮沉重的。对，这个，所以我事实上我这个故事我从来没有在说故事场合当中用过，因为这是我跟我爸爸的一个，等于说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故事。嗯，但是对我的帮助很大，是因为确实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我真的体会到人有一天会死亡，爸妈会离开我的时候，我是很害怕，而且不喜欢听到死这个字。那么小就这样子？对，那我哥哥他们都不太了解，还觉得我是不是胆小鬼。那时候我是不知道怎么样来看待死这个事情。那我爸爸曾经为了这个，他陪我上学，跟我讲了一个很简单的观念看法。他说，当我们睡着的时候，其实就进入跟死亡一样差不多的感觉，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但是呢，他说我有的时候睡觉是很快乐，因为前一天我什么事都做完了，我就睡得很安心。但是我自己确实有的时候功课没写完，又骗爸妈说写完了，我就睡得很不安心。第二天一早起来，赶快偷偷赶到学校去改作业，抢写作业。他说，那你睡得不好。我说对。他说，如果我们把每一天的生活该做的事情都做完，很尽力，那我们不管哪一天离开这个世界，我们都会很安心很快乐。我就豁然开朗，我就觉得对，不要想那么多，就每天把自己生活过好，很尽力，即使哪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我都会很快乐很平安。今天非常谢谢胖叔叔来哦，因为我想我要听到你讲故事比较难，因为我看你行程这么满，而且你其实很多是固定的行程，就是说你不是讲一次啊，好，就是旋风过境的离开了。你比如说儿童之家，你会一年、两年、三年、八年这样子，一直定期的为他们说故事。其实我觉得说故事，它其实在默默当中，也就是在培养一种跟孩子之间的感情跟对他们的关爱了。对，而且他特别是有一些需要陪伴的。您刚提到那个育幼院的小朋友，他如果说知道你就来几次再也不会来了，他又会有很强的失落感。那如果我答应他，你放心，你从你八岁到你十八岁都听得到，我都不会离开，我都不会离开。这是专属志工的服务。对对对，这样才能够走进他的心里，让他能够真正相信你。好，我们今天特地请你来哦，当然距离有点远了，但是也让我们可以亲自感受到胖叔叔的魅力，那相信你会带给孩子更多更多快乐。当然我们也鼓励大家，如果你想当志工，其实说故事志工也是一个好选项。是的，谢谢你，谢谢。谢谢。